你自己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，没有的话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你记住啊，今天是询问手续，你要配合警方工作，不能做伪证。警官，您看我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了。我们有需要呢，还要请你再继续配合调查。崔警官，嗯，我给您带了条烟，您一定自己抽啊。 你站住！看来你刚刚。 真的做的是伪证，现在我再给你加一条，行贿罪。 这么长时间，你就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吗？你再好好想想。怎么又是空白合同啊？我说了吗？ 境外投资呀，都要先空着，以免一来一回时间太长。我记得赵凯有几次给我拿了空白合同，让我签字。我当时有点疑惑，但他跟我说那是国外的投资项目，文件传送时间太长，让我签了再说。空白合同？嗯，就是具体的投资金额和时间周期是空白的。那你也签啊？ 那就是在给你设套。你有证据吗？就是你在签这些空白合同的时候，有没有留证据？我拍照了，我记得您跟我说过要留一份底。照片呢？所有的资料我都存在手机里了，但手机在前段时间被偷了。哎，我的包！小马，快追！哎呀，我的钱包和手机丢了，我手机有很重要的东西。 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我在赵凯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些加密的文件。什么加密文件？当时崔斌跟我说地容宝有黑幕，我虽然不信，但我还是偷偷看了赵凯的电脑，发现里面有一些加密的文件夹，我就存到手机了。虽然我手机被偷了，但我已经上传到云盘了。 叔叔们，对不起，我之前没有听你们说的，被所谓的成功冲昏了头脑。我现在想想，所有的轻而易举，必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我是学金融的，这一点我早应该知道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。对不起。 这样的情况有多严重？不好说，这得看他提供的材料。发布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嗯，那几个重要人物都搞定了吗？
搞定了，您放心吧，他们都会出席的。那就好。还有啊，网上舆论这块你要盯紧喽。哎，有谁捣乱的话，就让。经过多日的连续奋战，地荣宝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摸清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地荣宝公司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，以高额利息为饵，面对不特定公众人群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150亿，目前有70亿不明去向。通过大数据的分析，这家公司的高管以上层级嫌疑人共有14名，而地荣宝实际的控制人是黄有发。小吕，说一下黄有发的情况。根据黄有发登记的户籍派出所了解，黄有发的个人档案是伪造的。经过走访调查发现，他公开的个人资料也和实际情况不符。至于他的真实身份，仍然有待核实。我看这黄有发就是整了容的王顺利，以前襄城也发生过相同的案例。目前除了副总赵凯坠楼身亡，警方已经控制了相关的8名嫌疑人，另有包括黄有发在内的6名嫌疑人尚未归案。我们判断他们已经做好了逃亡的准备。同时，就在昨晚，我们收到了地荣宝 CEO 夏静怡提供的相关资料，与我们获取的信息相符。黄有发团伙与通缉在逃嫌疑人小青也有关联，大家在行动中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鉴于上述情况，专案组决定马上收网，一举摧毁这个犯罪集团。我们经侦警察的职责，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。从现在起，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实战状态。经过过去批准，我们连接了市局大数据端口，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6名高管以及黄有发已经被监控，这些红点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。罗阳，你带3个组控制上半程这3个点，资料到小吕那儿去取。小镇，你带3个组跟着我控制下半程这3个点。大背头，黄有发就交给你了。过去还在省厅开会，对我们这次行动也是高度关注的。刚才发来的信息我给大家念一念。同志们，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。地荣宝是平安市建市以来涉案数额最高、影响最大的经济案件，关乎着我们经侦人的荣辱，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将这个团伙一网打尽。我感谢大家。行动。干什么去？都回到座位上去，都回去。你们是不是要动他？动他怎么了？楚政委，你是不是跟这个黄有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没关系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现在还不是动他的时候。我建议暂缓实施抓捕。这不可能，定下来的方案是不能改的，而且过去已经批准了，我们在执行领导的命令。你是代理支队长，要论级别你要听我的意见。我现在要你服从我的命令。人民警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林队，刚刚得到消息，黄有发订了今天中午12点的飞机飞缅甸仰光。不是申请了地荣宝所有高管限制出境吗？他用的是假的护照和姓名。所有人听楚政委的就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你这是在犯错误。你们干什么？像什么样子吗？为什么不服从命令？为什么对楚政委这样？他阻止我们专案组抓人。专案组抓人跟谁汇报了？跟郭局汇报了。为什么不跟我汇报啊？现在我宣布一个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楚东阳同志加入专案组，担任副总指挥，专案组全体成员都要听从他的指挥。那郭局那儿？郭局在省厅开会，等他回来我会向他说明情况的。还有，暂停对黄有发的抓捕行动。为什么？再不抓这人就跑了。不要问为什么，执行命令。林队，怎么样了？正好全体都在，咱碰一下，跟我说说案子的具体情况。去你个大脚趾豆的！崔铁军呢？
黑师傅刚才还在呢。哎，小会计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认错人了吧？ 我不认识你啊！王小绿，你光着葫芦我都认识你，放手！你干嘛？让开！你走开！你敢去堵着儿子的钱？你要跑路？休想！放开！我来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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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上来就来打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这不神经病吗？救命啊！小会计打人了，神经病啊你！哎，别说了。老崔啊，什么情况？刚带回来的人呢？在询问室做笔录呢。多耗他一会儿。同志，我赶飞机，中午12点的，来不及了。很快很快，希望您耐心配合一下。这样，我呢不追究这傻子的责任了，还不行吗？你不追究，我们也得走程序啊。姓名？黄有发。啊，来，这是我的护照。11点了，我真的很着急呀、啊，黄小八，你们为什么打架呀？我没招他，是他堵在我门口，拦着我不让我出来，啊，还用那个破棍子打我呀。你们俩是不是认识呀？我不认识，不认识他为什么拦着你呀？我怎么知道呢？算，我呀不跟这傻子一般见识，我也不追究他责任了。你现在呢，赶快让我走。哎呀，我还没问完呢。那你为什么打他呀？我没打他，我这是正当防卫啊。你都把人打得躺在地上了，这还算正当防卫？他是装的，行不行？碰瓷儿？碰瓷儿？他为什么找你碰瓷儿啊？而且我听他管你叫什么小会计，你们俩是不是认识的？我不认识，他认错人了，他是个傻子。同志，你翻来覆去就车轱辘话没完没了的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得赶时间，我赶时间呢。黄小发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能好好配合，我还能早点让你走。好，我配合啊。黄总，哎呀，小郑你可来了，赶紧跟他们说声让我走啊。警察同志您好，我是黄永发的律师，我们不追究打人者的法律责任。现在能让我的委托人离开吗？他还得赶飞机。黄永发，你确定不追究打人者的责任了吗？我确定。那行。那你看一下吧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滚个手印你就可以走了。好，往哪儿？这儿。这位是我们所长。哟，所长您好。所长你好，我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我呀也不追究对方责任了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所长，麻烦您快一点，我的委托人还得赶飞机。哎呀。对不起了，您暂时还不能走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像这种情况还得做一个伤情鉴定啊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妈的，肯定是赶不上飞机了。飞眼光的航班一天只有一班，换明天吧。今天必须走，先去泰国，找个最近的航班。好，走，慢点，这儿。老板，后面有车。前面右转。黄总，您放心，我给您安排好了。
你停这儿干什么？快快快，赶紧走！什么？啊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别把黄小发跟丢了。我早就说嘛，这案子水深力多。郭局那边怎么说？郭局在省厅开会呢，也没说太多，反正就让咱们服从刘局跟楚东阳的安排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说这刘局和楚东阳跟黄小发什么关系啊？楚东阳我不意外，但这刘局我真没想到。哎，这钱真就这么厉害吗？回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各回各家吧。这个案子现在楚东阳接手了，还能有咱们什么事儿？妈的，限制我出境！是，县令是刚发的，本来中午可以走的，没想到让那傻子给搅和了。不管他。上边咱们有人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哼，是。不过我劝您啊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。问问小星，可以从其他的渠道走啊。你甭管了，我自然会安排的。好。不过这段时间您就在这多忍忍，尽量哪儿都不要去。不然，我怕那几个警察会找您麻烦。我知道。嗯，夏静怡这块护身符是没了，得想办法再搞一块啊。王总想的周全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钱公子吗？是。现在是出了一点小麻烦，不过没关系。那几个警察也翻不了什么大浪的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什么？纪委和检察院都收到举报信了？放心吧，知道这个事儿的人，我都处理掉了。还剩下几个吗？事后我也会处理干净的。关键时候我是绝不会手软的。我介绍一位新朋友，就是冰雪王后。说我们俩像不像一对双胞胎姐妹？烫死了。趁热喝，这可是我两个小时的劳动成果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你熬个中药，还能熬出八宝粥的味儿来呀？那可不一定，这里边有我的心血，
还有两勺白糖。医生说了，说你这个都是精神紧张、焦虑导致的。等你好点了，我就带你出去转转。这么些年了，咱们都没出去旅过游。铁军啊，队里有事儿你就去忙你的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管我。我也想明白了，你是一只捕猎的老鹰，我不能把你圈在家里当家强。老鹰老了不也得还巢吗？我呀，专门请了两天假，在家里照顾。这么些年了，一直都是你照顾我，照顾这个家，也得换换班了啊。那可不行，我还盼着当最美警嫂。哎，你说这小玲，答应的我好好的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了？我就知道你俩是合起伙来忽悠我。嘿，您这还惦记着呢。你看啊，这儿有一个 X， 这儿有一个 Y， 假如说 X 乘以 Y， 不对不对不对，哎呀，爸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还是大学生呢。嘿，婷婷，爸爸上大学那都3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，爸爸年纪大了早都忘了。明儿啊，我到学校问你们老师去。嗯，好。那行，不早了，你也该睡觉了，明天爸爸再跟你聊啊。嗯。老规矩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以后我这个包间啊，只招待熟人跟警察。警察凭着警官证还有退休证在餐厅吃饭，打7折。得，你这是食堂开上瘾了，这要改成警察食堂啊。哎呦，你看你这天聊的，那谁知道地荣宝会出现这种情况呀？早知道给多少钱我都不干，坏了我的名声。干嘛呢？退休申请，说了这么多次，这次准备来真的呀？这回我铁了心了。花儿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特仗义，你看我对朋友、对同事，哪怕是不认识的人，我就俩字儿，仗义。可到头来我发现，我其实是那个最不仗义的人。我对谁不仗义？对你。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到今天我都没给你个交代，我天天说，我就是不做。你说我是不是太孙子了？我是不是特别不仗义？你这干嘛呀？怎么还说哭了呀？没有。你眼了，那擦擦呀。给我唱首歌。我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。谷哥，哎，老方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。哦，那个，我去沏茶啊。坐。哎呀。什么事儿？大事儿！你别神神叨叨的，你知道我急脾气，赶紧说。您不是让我帮您打听那个叫小青的小子吗？嗯，我听说这小子四处打听从海上偷渡出京的路子，出这个价，10万、10万、100万。郭哥，100万呢？这要偷渡的，
肯定不是一般人呐。知道人在哪儿吗？还没打听到，我继续探着，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您。好。老夏，对不住，我没把静怡照顾好。不过好在静怡没有参与直接犯罪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这次重回一线办案，本来觉得时代变了，我们也老了，但是那天郭局说的对，老不意味着刀钝，老意味着更多的担当和责任。我向你保证，就算扒了我这身警服，我也一定要把黄有发和小青绳之以法。算我一个，还有我。我得到消息，小青在安排黄有发跑路，真要让他跑到国外去，那就麻烦了。你们俩敢不敢跟我一块儿把黄有发和小青抓了，直接叫省厅处理，也好给老夏一个交代。有什么不敢的呀？退休报告都打好了，就当我是办最后一个案子。我没问题啊。可问题是黄有发和小青躲哪去了？我有办法。我也有个办法。哟，师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有点堵车。可以，自个儿都喝上了。来，尝尝我的茶。啊？是吗？你这什么茶？高木耳，让你尝尝老百姓的味道。嗨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也是老百姓啊。哎，光明啊。还记得咱们毕业时的誓词吗？挥法律之利剑，持正义之天平，除人间之邪恶，守正法之圣洁。你老了，开始怀旧了。怎么着？你今天找我来，就是为了回忆起那单纯的像傻子一样的岁月？我看你现在啊，才像个傻子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有两个选择，二选一，要么帮我，要么帮助黄有发继续做事。郑光明，我现在正式告知你，只要你从现在开始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，我就会给你从轻的机会。你代表谁啊？法律，正义。师哥，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你想拿这个威胁我？真正控制地荣堡的是黄有发，是不是？真正控制地荣堡的是黄有发，是不是？是的，郑光明，我问你，夏静怡这个 CEO 在地荣堡就是个摆设吧？是的，地荣堡投资的这些公司根本不是为了挣钱，目的就是为了把老百姓的钱往境外转吧。当然，郑光明，你在这里边是个什么角色？中间人还是合伙人？师哥，我一直拿你当朋友。你有黄有发涉嫌犯罪的证据吗？当然。这不是我说的，当然不是你说的了。我是通过技术部门把咱们俩之间的对话进行了调整，说白了，这就是断章取义啊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拿它做证据吗？你以为法庭是过家家吗？会验证不出来你这拙劣的技术？你说的太对了，法庭当然有技术，马上就可以验证出我这是伪造的录音，但是黄有发那儿有吗？
陈光明，我如果把这个交给黄有发，你会是个什么下场呢？我得提醒你，你可不能步了董虎跟赵凯的后尘呢。我本来想直接寄给黄有发的，但是我还想再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二选一，要么帮我，要么帮助黄有发继续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光明啊，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。我都同意了，他是个聪明人，懂得趋利避害。我让他找机会把小青跟黄有发凑到一块儿，然后就给我们发定位信息，咱们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多说吃点啊，吃饱了好上阵，让这帮兔崽子瞅瞅，平安市的警察不是好惹的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是行动啊？带我一个。什么行动啊？谁要行动啊？你们不是要去抓黄有发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三天你们都请了假没来局里，但徐师傅呢交了一份退休申请，崔师傅去警保处偷拿了几副手铐，还有今天上午监控郑光明的小组发现潘师傅单独去找他见面。凭我对您三位的了解，你们肯定是要有所行动了。哼，这小子，哎，行，这小子行，是块当警察的好材料。那你干嘛来了？哦，我给你们带了家伙。滚！你小子胆儿挺大呀，登记了吗？没有。还有这个，酒，这个好，你像我徒弟了。小吕，你这是违纪，是要挨处分的，为了我们，值得吗？值得啊，我这是在干一件正确的事儿，就像你们一样，我也是咱探组的一份子，我请求参加行动。嗯，好酒。来，干了。不是，师傅，我就不喝了吧，我喝不了白酒，一杯就倒了。所以得练呀。就是啊，我们的徒弟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？没错，这是壮行酒，得喝啊。来，喝了。那行，师傅，那我就借着这杯酒表达一下心情了。我特别庆幸能当你们的徒弟，真的，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。我先干为敬。好样的，小绿，既然你叫了我一声师傅，我今儿啊再教你点有用的东西。审讯嫌疑人呢，永远不能按照对方的思路走，提问可以打乱他的逻辑顺序，避实就虚，这样就能揭穿对方的谎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无关业务，有关人生，很多事情啊，看破不说破。你永远要记住，真正掌控全局的是沉默的人，而不是话多的人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干了。
真棒。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，但有一句话你要记住：警察行动，出去抓人的时候，永远要有警察的气势。两军相遇，勇者胜。咱们代表的是正义，底气要足。很多时候啊，丢了气势，命就悬了。干了。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就几句话。第一，干金针的永远得拿钱当王八蛋。嗯。第二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，因为猎人更加狡猾。做人要老实，但是办案子不能太老实。警察要比犯罪分子更加有智谋。还有，干警察的永远别跟生意人做朋友，对人对事一颗公心。好，师傅们，怎么就我自己在这喝，你们都不喝啊？我们一会儿还行动呢。师傅，小吕，我们老了，都做好了脱警服的准备。你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。消息来了，高屯村，出发。一会儿都耐着点性子，咱们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情况，千万别轻举妄动。等摸清情况，通知了大部队以后再行动。明白。纳斯阳河东东，定是纳兹超血带安，赶上前去杀他过干干净净。小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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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你那三位师傅呢？他们，小吕，上次我阻拦你们行动，是因为我在执行省厅的秘密任务。现在我已经得到省厅的命令，可以收网了。你那三位师傅去哪儿了？他们去抓黄有发了。林队，三叉戟现在已经行动了，情况十分危险，你赶快派人前去支援。快到了，就在前方300米。
可惜，不散不言喜，变善良。